其实我特别担心什么呢？我有担心的是你在这个就是学习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上，就你怎么样能跟当下的社会同频？我会担心你有点会不会有点这个脱节。但如果你回三四线城市，凭你目前这个本事的话，我觉得已经很棒了。黄大哥呢？虽然你是从你的经验来讲，你可能以前的确做过销售，而且你有那种性格，你很能够融入团队，或者是融入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但我觉得，其实我特别担心什么呢？我有点担心的是，你在这个就是学习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上，就你怎么样能跟当下的社会同频？我会担心你有点会不会有点这个脱节。您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。首先，我觉得当下的市场，那个。更注重的是我们产品的时效性跟那个功能性还有性价比，然后呢对销售人员的素养会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当下的市场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内涵、品牌知名度、是否可以长期合作，还有运营能力。因为市场总有它的精华，比如说30年前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，30年以后相声照样讲究说学逗唱，这叫万变不离其宗。我觉得可以选了，来第二轮选择薛火磊。好，还有一盏灯，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。还蛮开心的，没人跟我抢啊！我其实一开始就要你了，就是第一个你喜欢就好。没有，第一个是我自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能够回老家去发展事业。然后，而且我也觉得福建的创业者其实也是需要加速的。我们在福建没有分公司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为你在福建开个分公司。啊，因人设岗。他5分钟搞定投资人，他2分钟搞定了他。主管吧，我说先说销售主管。薪酬，像薪酬的话，你说4500，我们就从4500开始用啊，4500加10%以上的提成。我给你一个晋升的空间吧，就是说，因为福建没有别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那如果你 OK 的话，就变成好，很明确。我2年以后肯定会当上你所要求的那个什么。你有问题要问吗？我没有问题啊，但是我薪酬要谈吗？不用谈，不用谈。然后我想补充一点啊，我自己有团队，哦，太好了，全收，对，嗯，全收，我就这句话。哇，惺惺相惜呀，啊！哇，终于找到了。不，天作之合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词好，天作之合。因为我真的很好，好好，10秒钟以后做出你的决定。深呼加速器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是深呼加速器。立马，我非常感激陈总，就是深呼加速的陈总给我延长我职业生涯的机会，我会非常珍惜，然后会好好的打拼。